首先咱们把这两个螺丝卸下来，再找到这面罩支架，朝着这个方向装，然后螺丝重新锁回去，对着螺丝孔，咱们的面罩位置孔是在这里，在显示屏的背面。在咱们拿好面罩，把它组装回去。这个头的话，它有个凹槽的，那心头那里有个点，对着它插回去组装，再把螺丝拧紧。把这个调节能量调节，再启动，再转换模式，转换颜色，左边按键呢它是闪烁模式，